我操，牛逼，又他妈活一天。网吧通宵自立在80块钱的豪华大酒店睡醒了。现在的话是睡到了晚上8点来钟了。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新泽江之老板又安排了一手啊，让咱住上了豪华大酒店。本来想去开电影酒店，电影酒店的话8点不能提前入住嘛，8点的话他没房间，所以说就开了个酒店，上完通宵直接来到这个酒店洗了个澡，哎呀，美美的睡了一觉，该说不说的，哎，太舒服了，兄弟们，一觉给干到现在，哎呦，睡了11个小时了，哎。哎呀，现在准备起床了，好吧，进行咱晚上的快乐了。这个房间飞机的话就是订了两晚，正好啊，一间一晚80嘛，两晚就是160。哎呀，多睡两天吧，好吧，有钱那就多睡两天，没钱那就睡网吧，睡挂边房，好吧。哎呀，起床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，伸个懒腿，呜。每天最开心的，开开心心的喝的水，哎呀，开心一天是一天啊，人生在世啊，开心一天是一天。哎呦，一天了，来了白早了，上完通宵大白天啊，现在都大晚上了。爱干净的人他就刷个牙，兄弟们。都说我不刷牙，咱买的电动牙刷，爱干净的人没办法。开始，奥利给！现在都晚上的8:44了，9点刚洗漱完，休息了一会儿。现在的话，咱去自律去喽。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到网吧楼底下了，这个网吧还有点网费啊。刚才看了一下，附近没啥吃的，全是烧烤啥的啊。先去便利店，先把自律套餐给安排上吧。吃饭的话，哎，说实话，这附近还真没啥吃的。我记得那天晚上这里有摆摊的，是因为今天太早了吗？又有摆摊。先把自律套餐给安排上。哟，打牌。不用牛牛呢？还是喝东鹏吧。这种的，刚才看见红，他是喝这种的不好喝，兄弟们啊，还是东鹏吧。兄弟们，现在到网吧了，快乐加倍，好吧，快乐起来。自主上网就太抽象了。不是单人的，兄弟，单人的话比较压抑，还是做双人的吧。双人的，单人和双人一样钱，还得做。这台吧。比较任性，兄弟，还是一样钱的。都是15块钱，兄弟们，但是我感觉有点贵了。开灯，今天不把灯了。自带遥控器，空调打开。兄弟们，现在
电脑打开了，快乐加倍。啊，今天的那个便利店没有别的盐了，就买了包泰山嘛，山东的，买瓶豆腐。配置的话还是挺高的，感觉。加了一点，上网有点贵。然后来通宵的话便宜，通宵的话现在都不到点了，还早嘛。十点的话到明天就十一点了，十点开始，十一点到明天早晨八点是19块钱，20块钱开始走，还行哈、啊。通宵的话合适啊，到时候到八点来了啊，行。饭的话先不吃了，兄弟，等会儿12点吃吧。我们现在是晚上9:19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巴卡巴卡。